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Keller Williams Boston Southwest 的房产经纪 Maggie Lee，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介绍我即将上市的新房源，位于牛顿南部 A50 Dedham Street。 这栋独栋别墅有上下两层，空间非常的大，室内的建筑面积有将近5000平方尺，占地面积0.4英亩。下面就来和我先睹为快吧。这栋独栋别墅所属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是 Newton 公立学校中排名数一数二的，近查尔斯河乡村俱乐部、牛顿中心和 Chestnut Hill 购物中心。一楼位于楼梯左手边的是敞亮的客厅，一个带水槽的吧台和一个全卫生间。在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坐着看会书，累了喝个果汁，补充点维生素 C。晚上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聊聊天，放松一下，其乐融融。位于楼梯右手边的是厨房和饭厅，一个双门冰箱，大花岗岩和不锈钢器具的厨房，加上风力强劲向外排的抽油烟机，美观又环保。开放式的饭厅连接着后院，倘若宾客众多，请来这间带有法式门的会客厅，充足的光线和敞亮的空间，让您和您的来宾能够开怀畅谈。要是你以为一楼就到此为止，那可就太小看这栋房子的设计师了。进门后右转，在门厅的另一侧是专门用来办公的区域，办公室加会议室，霸道总裁的 home office 就这么打造好了，完全把娱乐休闲区域分开，再也不用为在家工作却没有办法集中精力而发愁了。下面我们上二楼来看看主人休息的区域。一上楼梯左手边的一个主卧正对着后院，可以俯瞰院中的美景，倾听树间的鸟鸣。楼梯右手边最靠外的两个卧室可以共同 share 一个全卫，两个洗手台，让全家的早晨多了份从容。走廊里设置的洗衣间也避免了把衣物搬上搬下的尴尬。位于二楼另一头朝南的方向有三间卧室，一间主卧和两间副卧，离楼梯太远不方便，设计师早都帮你想好了。侧门厅的宽敞楼梯方便进出，下楼就能直达办公室。整个院子都有围栏，增加了住宅的私密性。长长的 driveway 可停靠6辆车，外带两个车库，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开 party 宾客的车子无处停放。想要来先睹为快，就赶紧和我联系吧。